看你没给你来抢这个五层的一个指甲，你知道现在多少钱吧？才15.99就直接给你包邮到家了，而且还是整整五层的。如果那么多东西都堆放在这儿，你想想得有多乱？你看它的这个容纳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。这样的话，我厨房放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放锅具啊，放零食啊，放生活用品啊，都是非常可以的。你看这样的话又整洁又带劲哈。平时你看这旁边还是带这种小提手的，哎，下边还是带这种小轮子的，还可以随意移动，你看多方便。它一共有黑白两个颜色哈，你看就放在这厨房的角落里，它还不占空间，还可以收很多东西，方便的很。最主要现在这个价格真是太可以了，建议你们要多拍几个。这个小推车它可以多种场景使用，你放在客厅里边也行哈，放在角落里收哪个书籍啦，或者是放在卫生间啊，收哪一个咱们洗浴用品哈。你看，请看一下。它这个上面是带这种沥水孔的哈，这样的话就是放在浴室也不用担心存水，它的沥水效果是很好的。姐妹们，15.95的，你们看到了一定要去抢一单，过两天哈，它不可能这个价了哈。